呢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也可以追踪我们的粉丝团，还有追踪我们的 IG。今天我要来做这个小小的微创。那拍照想要让脸更立体呢，那其实鼻子蛮重要的，它在这脸的正中间，所以有时候讲话一看也是看着你的鼻子，所以非常的引人注意。所以鼻子如果挺一点的感觉，哎，整个人神清气爽，脸又很立体。现在很流行这个鼻子的线雕，我想问一下我们漂亮的咨询师，那线雕会不会觉得很恐怖啊？时间会不会很久啊？不会，它是微创手术，所以其实它只会有一个小小的洞，然后我们结束之后会用痘痘贴贴起来，就这样而已。时间大概是15到20分钟内，医生就会结束。医生也是技术要很好才能够快很准的直接做，你中午吃饭出来做一下，回去再继续上班，偷偷的变漂亮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原本的鼻子好了。我原本的鼻子，我算是有一点鼻子，但是没有那么的挺，不够立体。对，就是不够立体。那就是现在鼻子就长这样。那我们等一下看看侧面，等一下看看之后会变怎么样吧。只有唯一一个小小的痘痘贴，就这样。我烦恼很久，是修图在那边推，有没有？或者是化妆修鼻影，有没有？现在不用，直接立体，倒不行。就这样。你现在没有化妆对不对？所以我现在素颜，所以那个有点黑眼圈就是忽视，直接忽视它。对，我现在没有化妆哎，就看到镜子都会笑的。我觉得可能每次去上个厕所洗的时候，看到镜子就是满意、自信、开心的笑，我觉得这样很棒。好，我们看一个礼拜之后会怎么样。目前我是觉得完全没有肿了，但是他们是说一点点啦，满意。我埋线隆鼻满月了，看一下是不是很自然。我只是让三根让这边更明显、更立体一点点，但没有做得太夸张，所以目前一个月之后感觉没有不适感。自己在摸鼻子的时候会觉得这边是这样子，但是还是尽量不要捉鼻子啦。那先看一下那个唯一的伤口，在这边小点点，一个小点点而已，但其实也都看不太到。好，来讲一下那个术前的时候，因为我是没有填充任何东西的，没有填补什么微晶瓷，这边我都没有，所以是一个非常就是原始的鼻子。医生也会跟你好好的沟通，会跟你讲解是如何施作的。从这边进去，从这边这样子线胶原蛋白的线，它放进去这样子，它会调一下那个角度。医生的技术蛮好的，15分钟之内就会完成了。剩下的就是一些卫教的部分，可能告诉你术后该怎么保养。那术前他其实也有跟你沟通，看，因为每个人的鼻型不一样，所以都是量身定做的这样子，量身为你打造啦，所以每个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。要买几条线呢？其实也要看看医生，还要看你的，会评估你的实际的情形。来讲一下。回家术后的前，应该说1到2周吧，我觉得第一周会觉得，比较有异物感，尽量不要碰水。那我都用海绵在洗脸，
大概两天呢，痘痘贴就掉了。一个礼拜请不要擤鼻涕。那时候我如果流鼻水，我都用那个卫生纸这样子，就用卫生纸这样擦，我也不敢用擤鼻子这样子，也不要去搓揉鼻子。刚开始讲话可能我有一点这样，我有点想要皱一下眉，皱一下眉，会痛。如果你表情比较多，第一个礼拜表情不要这么多。好，那有时候小朋友不小心撞到，撞一下，只要其实碰一下，我就觉得有感觉，我们后面就慢慢的变好了。那现在一个月非常的自然。术后的保养就是，不能泡温泉，好，请不要做激烈运动，不要跑步、流汗，有没有这样子这个很大的运动，请不要。有人是说可以冰敷啊，那我是没有冰敷，因为我也没有淤血。就是可能医生技术很好吧，或者是看体质，我是没有淤血的状态，那也没有说穿线这样子，这边会跑线出来，没有，我也没有这个状况。不要趴睡，还好我睡觉也都是很乖，我都是正着睡，所以好像也没有任何问题。还有就是不要喝酒，不要吃辣，不要吃刺激的东西，不要吃炸的，不要抽烟。埋线隆鼻呢，可以维持1到2年，不需要动刀。所以恢复期其实也蛮短的，算蛮快的，效果其实也我觉得 OK， 在我的脸上我觉得是可以的。对，化妆呢也是像铁丝玉玲珑的那种妆，有没有？不用，就是你看有雾眉，有眼线，有秀唇，然后又有埋线隆鼻，其实还蛮好的，就算素颜其实也不会太可怕啦，就是去丢垃圾也不会吓邻居这样子。目前感觉还蛮满意的。好啦，影片就到这里啦，这就是我的埋线隆鼻分享。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也可以追踪我们的 IG， 点赞我们的粉丝团，拜拜。